艾瑞是一趟仪式的户型，门口有冰箱，然后这边是鞋柜里面，然后一个小餐桌，这边有锅碗瓢盆、热水壶、电饭煲、洗衣机，这边有抽油烟机、微波炉，这边沙发、电视，然后阳台，这边可以放一些书籍或者小摆件。这边是在一楼，一楼呢，这个户型比较大，43平。外面就是泳池。这边呢，因为没有人住，也会有一些落叶下来，到时收拾一下就好了。来看一下卧室。卧室房间还是挺大的，是一张1.8米的床，然后有两个。这边有衣柜，然后卫生间有一个。房子还是很新。这边呢，租金是12000泰铢。